这个人活着都得折腾，折腾完就嫌累。你看这个窑柱，明明用锤子和刀子把它打开的，可我偏偏用这个古墓把它打开。窑柱也叫袋子，咱家老铁有没有吃过的？吃过的扣一，没吃过扣二。在你手机不费流量的情况下，麻烦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赶海更精彩。即使天再晚，也挡不住我赶海的情绪。哎呀，还真是有点货呀！老铁们，别忘了双击加个关注，咱们赶海继续了啊！这里的生蚝矿已经成灾，欢迎老铁们来这里吃，免费吃，能吃多少吃多少啊！老铁双击 ，Hello， 朋友们，在这炎炎的夏季里，我每时每刻都想给大家带来欢乐。今天我去市场买了一只乌龟，买了一只鹅蛋来灌沙马蟹，让乌龟大哥帮个忙，看看到底能不能灌出沙马蟹，老铁。晚上9点赶海直播，喜欢老铁说。Hello， 朋友们哈，中午好。好多人说，哎，天气冷了，你该抓到八爪鱼了。嗯，对，抓到了。你看前方，发现异常，菜市场门口趴着一条八爪鱼，来一敲，干他家大衣柜的，给我出来。有些人啊，一进来习惯性给你点两小红心，有些人就不给，就不给，不给拉倒。来了，兄弟姐妹们，当你休假或者不忙的时候，来到这金色沙滩上散散步的时候，那心情绝对是不一样的啊。其实我老远就看到这个螺了，哎嘿，这里边还有住了一个小八爪鱼啊。哎，有的老铁啊，一进来就习惯性给你双击，有的老铁怎么要也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加个关注。